张琪慧、江又荣情侣声，让你耳目一新。条件都已放宽，精彩又怎样？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，帮个忙，独自呢喃，天就快亮，又回想，会唱吗？无尽无尽的夜晚。大太阳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。困难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不打烊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么困难，那么向往，那么困难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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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。如果工匠在那边画半天，有没有？不如来老艺术家跌倒。不是不是，重点不是上色或者落款，而是留白。还有留白吗？对，它空留的部分是什么？白的部分就你有想象空。哎哎哦哦哎，对不对？完了，我知道。我当然懂你啊。为什么飞哥主持那么好了？留白很多。留白很多。这个啊，哎，这个啊，哎，嗯，那么齐慧啊，是这个啊，你这个今天这一个啊，这个是吉他嘛？废话，废话，我眼睛都看得出来了。然后小哥就要吹他了。一弦一柱，他是丝滑黏。庄生晓梦是迷蝴蝶，望蝶春心它是多杜鹃。哎呦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请莫为。是，来，哎，我觉得齐慧今天的表演很有诚意，但是问题唱自弹自唱哦，通常会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会怎么样，越弹越快。所以你其实有一段其实唱得很急，没有他可能，但这歌如果说再从容一点的话，效果会很好。从容，分数交在你们手上了。来来来，齐慧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后面听说是个巨匠哦，真的假的？巨匠，观众朋友太好看了嘛，对不对？一起来看看他是谁。哦，沈玉琳，哎，厉害啦！喂，给鬼给鬼，戴眼镜给鬼给鬼。来来来，能不能听听你的清唱一曲，我们听听看。有多少爱
可以重来。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哦，这个人唱歌好油。你说什么？哎呦，该不会是我大哥来了吧？哦，你大哥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一起欢迎影中人出场哟。他说你唱歌很油，对，抓到，不会，大哥，大哥，大人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敢欺负我大哥就是欺负我大哥，这个家伙竟然说，他说你唱歌很油，他竟然敢说出我们的心声，嘿，不是说是你大哥，说出来了，你说出来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黄仲鹏老师。Michael、他的歌真的是每一首，上次来节目里面观众朋友哇反应太热烈了，收视率冲到快二，哇太可怕了，就是那一段。你总共发过几张唱片？之前有出了八张，出了八张，对、嗯、距离现在有多久没发片了？21年吧。哇，我最后一张唱片就是我刚才唱的那个有多少爱，还有那一首什么那个数着片片，来给一个鸡老师，八哥，数这片片的白云，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，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。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当年毕业没有唱这一首是不准毕业的。对，还有那个故事的真相，谁来 ？Hello， 你的部分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麻烦一下。不要出声了。哎，麦克风收掉，麦克风收掉。跟贴大哥说一下。对啊，你干什么？老师麻烦给一个 C key。C。硬要唱。谁来为？所以今天的冠军决定是小钟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黄河的水，这一首等一下就要来唱，好不好？哇！但你有在 pub 里面演唱过吗 ？pub， 我以前没有，以前出唱片的时候没有。他一出来就巨咖了，不太可能到 pub。不过我最近2015年开始，我一直不停的在 pub 办我自己的个人演唱会。对对呀，这个很好。觉得黄河的水他写的是一首爱国歌曲了，那我总觉得来到一个娱乐的场所啊，一个综艺的场所，改变一下，要唱黄河的水，我实在真的觉得太硬了，不伦不类，太硬，所以我后来就想，我如果不唱黄河的水，那我可以哦，我想到了，不要那么硬，软一点，我可以唱黄色小鸭。哦，我可以唱黄色的小鸭，新歌了。大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不正经的？我没有啊，你黄色小鸭也能唱啊？对啊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嘛，就改成这样。好，太好了，来，黄仲坤先生，黄色小鸭，健哥大秀老哥，今朝黄仲坤大吐槽。我决定带着晴天的风来到你远头，让黄河的水不再愁。历史的声音在里面，它是无可取代的一位。他们重新开演唱会 ，acoustic 独唱独手，他声音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高亢。但是他唱出来沙哑的那个声音，那才叫历史的声音。我们这种中古的就复古。太，好了，大哥在，你怎么唱成印尼歌了？不好意思。